Hello， 今天要教的实作例题是检查网址格式。要检查网址格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看它的网址前面是不是 HTTP 开头，或者是 HTTPS。如果是这两个开头，它就是正确的格式。那今天我们就设计一个程式，让使用者输入网址之后，就可以检查这个格式正不正确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要让使用者输入嘛，所以我们要用到 input 输入命令。接着就是判断它的开头字串，就可以用到我们上个影片教的 starts with。那有两种嘛，有可能是 HTTP， 也有可能是 HTTPS， 所以我们可以设两种条件，这边就用到 or。如果正确，就要告诉使用者网址的格式正确。那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式就设计好了，我们来输入看看网址。那这边输入我的 YouTube 频道好了，按下 Enter， 它就会告诉我这个网址的格式是正确的，因为它的开头是 HTTPS， 有符合我设定的指定字串。那这样这一题就完成咯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